嗨，大家好。哦，有看到我们吗？我们要准备，我们这边的频道是 G0V 的黑客松的频道。哦，那我们接下来，因为已经到了11点半了，我们早上已经听过了蛮多的专案的分享。我们一个专案把握了三分钟的时间，告诉大家他们今天期待邀请的朋友想要做的事情。那隔了半个小时，哎，有一些坑看起来还蛮热闹的。哦，大家可以在这个提案列表里面，每一个坑的参与者的那个头像都可以显示在那个喷的频道里面。那我们就带大家，如果你还没找到坑，还没有看到有去想要做的事情的话，我们带大家把每一个专案再拜访一下。哦，其实实际上我们在实体大松的时候，就有一个这样的导览团的流程。我们会拿一个旗子，告诉大家说，跟着旗子走，我们会每一个坑去看，然后邀请专案的坑主分享一些近况。OK， 那我们就依照今天早上提案的顺序，我们来找一下。第一个是针对东京coronavirus hackathon Japan 这个提案。那实际上，因为这个提案它的会众们，它是另外在日本用 Zoom 的视讯会议空间，所以看起来。我们先进到他的提案的 HackMD， 在他的共笔这边应该有留下这一次的一些参与的讯息，哦，那包含说，虽然目前是日文的内容，那因为我们在 Slack 的channel 里面有一个叫 Hashtag Japanese， 那边有一些蛮熟悉日文的朋友会帮忙翻译，那如果你对日文有兴趣贡献，或者是想要询问一些日文的讯息的话，也可以在那个频道来发问。OK， 好，所以第一个专案看起来是要，会建议大家直接到 channel， 然后Japanese 的 channel 那边去找到一些对口。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提案。这个提案是 Vincent 提的各国疫情边境的控制，包含数据跟 UI 模组。OK， 看起来这个会议室目前 OK， 会议室好像现在没有人，对不对？所以 Vincent 呢 ？Vincent， 他们是在香港。Yeah。那早上他有在共笔上面有留下他包含简报跟 HackMD，哦，所以他们的 channel 我记得也是 hashtag COVID-19 那个 channel，哦，所以也可以在 Slack channel 上面去找到 Vincent，哦，或者可以找到他的 ID。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专案。下一个专案是东亚女权运动的时间地图。OK， 所以，嗨，请问这个房间有坑主吗？小班吗？哦，不过看起来。也不少朋友在这个视讯会议空间。对，嗨，请问坑主在吗？小班在吗？还是他们现在已经用 Slack 去进行沟通？OK， 所以如果您进到某一个会议空间之后，发现虽然人都在里面，不过好像没有听到声音或者聊天讯息的话，再请你看他们的这个 channel 频道，因为有可能他们就反而用 channel 频道开始用文字的传达，因为可能包含一些网址连结、文件的连结等等。好，那我们先往下一个行程走。那这个当然上午的提案也提到说，它是一个跨国家跨国界的一些专案，那一些包含如果您对于这一部分东亚女权历史的一些文件讯息是熟悉的话，可以参与到这个提案。好，我们下一个提案 D
第四个是临时档案局，我们进到这个专案的空间看一下。哎，请问遇到，所以我在看文件。大家好，我们这边是纠松团的导览团。那请问这个聊天是有朋友可以，有正在讨论这个专案的进度吗？在看资料。OK， 所以发言刚才那位是哈爸。对。了解，所以你也是刚开始，应该是今天参与这个专案是吗？对。对，所以你还在看了解资料这样。对。那之前有坑主引导你去看一些文件吗？就看 slide 啊，他有刚才有聊几句啊。了解。对。好，我们这个导览团是说带整个会众，所以您刚才跟我的对话也有分享给整个在 YouTube 上面直播的朋友。是这样。对，我们会带大家每个专案都逛一下看一下这样子。所以这样的声音会在 YouTube 上看到就对了。对。哇，很欢迎你今天来参加。谢谢啊。谢谢。来学习啊，看大家这么热闹。线上大松的热闹这样子。对，难得可以不出门就参加黑客松，要把握住。要把握住，不出门就参加黑客松，对你来说是一个吸引力，对不对？我知道，因为从来每一次都忘记报名。对，这次反而没有抢票。对，因为不用报名啊。对，可以。然后我也没报名，反正就理论上是要报名才可以进来，是吗？我们这次的报名是去录自我介绍，所以待会有空也可以帮我们录一下。录了、啊。OK， 那就报名成功了。好，谢谢。这样就报名成功。对，这就报名成功。然后你今天有实际跳坑的话，那应该是最理想的参与。蛮好的。好，那我们就我们导览团就往下一个坑走了。那我们就先离开。谢谢哈爸分享。好，拜拜。好，接着我们第五，下一个提案。Vincent 那个案子就是他讲说他们现在就在 Slack 上面。OK， Vincent 刚才提到补充的是说那个各国疫情编制的控制可视化，那他们已经是在他们的 Slack， 那 Slack 我记得是COVID-19 这个 channel 啦，所以欢迎大家直接到那个 channel 去找 Vincent 跟一些参与者。好，下一个我们来找阿美与萌点，我们来打开一下他的专案协作空间。实际跳坑的话呢，应该是最理想的。嗨，大家好，我们是纠松团的新手导览团。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专案的近况或进度吗？原来 YouTube 有 delay， 我刚想说你还在上一个。YouTube 有 delay，YouTube 有 delay， 我们这个是最及时。幸好我刚刚有先准备好。哎。嗨，大家好，就是我是小谢，然后频道里面现在在的阿美族是拉菲。那先讲一下我上礼拜帮 Lonely debug 这个平台，然后今天又在帮他 debug， 因为本来想说不一定大家都会有军旅账号，所以因为我们有法国的朋友，他也想就是。他可能比较少上 GGM Slack， 所以本来想说我直接给他 MGC 的连接，大家可以进来，然后跟大家聊那个他做了语音合成，然后语音合成，那结果就是现在两边无法互联，所以我刚刚又跟龙宇在研究这个技术问题。然后，那我先讲一下，就是这个早上大家应该有听到我讲，就 是介绍，然后。他其实就是想说保存原住民的文化，然后原住民族里面，台湾现在有总共有16族哦，16族里面阿美族是人数最多的一族，是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50万人吧，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数字。那所以但是大家也知道，就是台湾的语言现在除了国语之外就是都很越来越少人会讲，包括台语、客语，然后原住民语更严重。那我自己会讲台语啊，就是但是其实也没有讲到
很认真，就是我可以聊天，对，然后可以沟通，可是有些字还都会讲错。那原住民语其实你就想象就是更严重的状况，那在你可能只能到部落听到他们在讲，不然一般的阿美族可能几乎都讲中文，讲国语。所以这个专案就是帮忙保存这些东西。了解。那我分享一下画面，就是其实就是现在，看一下马上好。你如果分享萤幕的话，我就分享你的萤幕给到 YouTube 那边。可以啊，好，那所以你现在看得到是不是？我目前是在哪开这个画面？我是直接看那个阿美与萌点的共笔这个页面，那个字典的页面。所以你共笔现在看得到我改成哪爱吗？应该看不到吧？应该看不到。对啊，可能要你那边要萤幕分享你的画面这样。对对对对对。所以萤幕画面现在应该是不能，我不能点。对 ，OK， 这样吗？有、就是、有看到了，有哦，就是。比如说我打早上我讲的那一句就是拿爱吼，没有基数这边就是拿爱吼，这是最常讲的短语，就是跟大家打招呼你好，就是相当于 hello 的意思。那了解在最后讲的时候，我有多少时间可以讲？其实没有太多时间。你们今天还有想要招募什么样的朋友吗？好好，那我快速讲，就是其实现在遇到的困难都是技术困难。技术困难。那第一个困难就是，对对对，第一个困难是就是我在把老师新给我的字典要转换成字典档。字典档案。这个网站可以读的字典档。对，所以我在做转档。然后第二段就是。这个画面上面有短语有资讯，然后这些资讯里面总之就是它有一些新的资讯想要呈现，是，所以需要前端工程师帮忙改，因为这个code其实没有梳理过，所以我想说可能从最简单的帮忙写注解开始，不然就是大家都一直没办法入门。好，那然后第三就是对不起，我讲完最后一个，第三就是想要把组织把第九版拉进来，因为 Android 现在被下架是因为安全性问题，所以我想要上新版本的 Android 版这样。我讲完了。刚才有提到大概三个工作方向，如果看直播的朋友或者在 Slack 的朋友有对这个专案有兴趣的话，就看坑主今天也在这边，然后还有专案的核心参与者都在这里，那就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专案。好，谢谢小谢的分享。感谢，抱歉拖了一下。不会。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有跳过一个提案，我们反而是那个第三个东亚女权运动时间地图，我们再进到这个会议空间来看一下。嗨，我们是啾松团。嗨，有听到吗？我们是啾松团的导览团。小班有在吗？目前还没有听到声音，不过其实这个聊天这个会议空也是很多人，所以有可能 Slack 那边其实他们也有一个专属的这个专案的 Slack channel， 那反正或许这边如果没有碰到朋友发言的话，可以先到 Slack channel 那边去找到专案的参与者。好，那我们就还是先往下一个专案走好了。来，在下一个会是踏出同温层中立资讯平台，是依赖的提案。今天暂时间，这是对的。嗨，大家好，我们是那个啾松团的导览团，请问这个坑主有在吗？依赖 ，OK。下周三晚上，我们在这个会议空间有看到他们留下一个讯息啊！我刚才跑掉了。哦、你刚跑掉？你跑回来了。对啊，因为我两个分页都开，我跑到 PTT 那边去，因为我有参与，所以了解了解，所以同时挂两个专案
对，很忙碌哦，在线上的时候。哦、不会啊，我都是小角色。啊、是那这边我简单稍微讲一下，就是说大家稍微看一下，因为我们把一些，因为今天比较难写code，所以就想说把一些东西稍微讨论一下，然后有兴趣的朋友就直接到下面有一个表格，就稍微填一下昵称还有可能参与的方向，然后之后再联系的可能加入 Telegram。管或者是说就是直接加那个 Slack 那个 channel， 然后做一些你们在那边稍微签到，我知道，然后我就会去联系你们，就这样。Slack channel 你们现在开了一个叫 neutral dash info， 对不对？对对 对, 对, 对、哦。neutral dash info， 所以是中立资讯平台这个专属的一个 channel 可以讨论。对对 对, 对，可以。对。大概是这样，然后顺便要记得到这个共笔页面来签到一下。现在也看到蛮多朋友有已经有五位了嘛，包含你的话有五位朋友签到。OK， 好，那我们就往下，我们会往下一个专案题对移动喽。谢谢各位，好，谢谢。我们再下一个是 CoFact 的话，今天是也有实体场域。哦，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那边的状况。嗨，大家好，我们是揪中团的导览团。有人 CoFact 这个会议空间有坑主或参与者在吗？好，这种。嗨嗨，我是玲玲。好啊。嗨嗨嗨嗨。对，我们遇到了很多技术的挑战。我们现在处理好多技术问题。技术问题是视讯上的技术问题，还是专案技术问题？技术视讯上的各种。对对对，有朋友可能来了，我们自己也听不太到，对，所以我刚刚在练习讲故事，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OK， 我目前的对话是有在的 YouTube 直播出去啦，所以也可能帮你们再多 promote 多宣传一些这样子。哦，我们是那个导览团的过程，所以我们是每一个专案来拜访一下。哦，谢谢导览团，欢迎导览团，欢迎导览团。哎、欸，所以你们那实体聚会啊？对啊，你们今天有实体聚会。对对对，还很空，欢迎来。OK， 所以如果要查你们的实体聚会，就是一方面是大松的网页上面应该有你们的地点，地点今年应该是在科技大楼捷运台北市科技大楼捷运站附近啦。是，对 对, 對。好，那。有现场有教学哦，你们还有教哦，对对对，你们的那个查找的教学，然后如果是要跳技术坑的朋友也可以参与这个坑嘛。是 Node.js 跟 React.js。Node.js 跟 React.js。OK。好，那然后主要的讨论是会在那个 Slack 的 CoFact Channel。CoFact Channel，OK、okay。对对。对，也一样，就是Slack channel 一定是最可以找得到坑主跟参与者。那今天的视讯画面，你可以先进来发言看看。那大家有看到的话，就会回复留言或发言来搭上线。那如果一时间没有看到坑主发言的话，记得要到 Slack channel 去找到核心的参与者。好，那我们就先往下一个坑移动了。好，谢谢，拜拜。拜拜，我们接下来还有大概四个专案。那接下来也是一个实体坑，就是早上有分享他们在三峡的 Wikidata， 这一次就特别针对转型正义资料的一个整理。嗨，我们是揪中团的新手导览团。你们 Wikidata 这边有朋友在吗？哎、欸，等一下，等一下。有，我有听到 Alan 的声音。哦，真的，等一下，好，跟小谢说的一样，有延迟，有延迟哦。我还在听你在 CoFact 那里。哎、欸，对哈、哦，所以下一个坑主就会有一个大概三十秒，20秒到30秒这样，哎、欸，突然出现的。对，而且线上真的很忙，因为你不断在做。那个做东西的时候，你要去盯一下，说到底有没有人在 call 你？对对对对，嗯，蛮忙的。
对，线上其实要一心多用啊。哦，像刚才还有同时挂两个专案的，那他等于两个聊天室都要注意这样。对啊。所以你们今天那边现在有多少人数啊？我们现在这边虽然有四个了，可是已经有两个，已经有两个阵亡了，因为我们很早就起来了。啊，早起早起。好，对对对。那也，我想也是跟早上分享一样，就持续邀请，就是帮忙做资料整理跟了解 Wikidata 的朋友嘛，对不对？对啊，对啊，我们你看这一个早上。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多人了，这些都是当时的，这边都是当时看得到吗？你们是写在共笔吗？还是？你看我的荧幕分享，我的荧幕分享一直在分享。那我来找一下。不过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你的实际荧幕分享画面。真的假的？可是我看我这边有分享。那可能要再整理一次。你要看 11-Allen 不是要看 Allen 哦， 11-Allen 目前是没有空白的，也空白吗？这样子呢？这样子没有也没有。好吧，不过看起来你是说你们早上已经开始 hacking， 然后已经有一些进度了这样。给你看那个我连接放在左边，就是那个聊天室里面。聊天室啊，等一下，来我们看一下聊天室。OK， 那我直接在我这边画面也可以开。可以啊。好，等我一下哦。OK， 是刚刚有看到吗？我看到的是。Q874G2037 这个 Wikidata 的 page， OK， 下面是不是有一堆人名？下面有很多的，都是以文字串为呈现。对啊，你点进去就是它对应的 Wikidata 的那个页面，那些人。OK， 像我现在点到的是丁瑶条女士这个页面。对啊，这个就是我们去把。他线上的资料把它收集完之后转进 Wikidata 里面。是啊，研究者就可以在这里面很快的找到其他想要找的不同的资料库或是页面。哦 ,OK, 所以对哦就是一则一则的资料把它转进 Wikidata, 然后日后就可以有更好的资料可以使用这样。好。对，而且它有跨语言的特性啊，像是日本的朋友只要把上面的那个语言切成日语，那他就可以大概看得懂他是在写什么。OK, 所以在 language 那边可以会哦，了解了解。好，对对对，那我们就持续进行中了。Wikidata 也看起来资料量也是不少嘛。对啊，总共目前政府这边公开的受害者有10000多人，一万多人 ，OK。对，啊，我们现在才做34，好，起头了，起头了，而且有看到，我想有实际的成果转出的那个样态，更多参与者应该就可以来参考。好，那我们就先往下一个坑移动喽，谢谢。好，谢谢，谢谢，拜拜。好。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刚才东亚女权运动时间地图的视讯空间。大家好，我们是那个鸠松团的导览团。请问小班在吗？或者是东亚女权运动时间地图的参与者在吗？嗨。嗨。这是我是今天新加入的参与者。OK 啊。您是 Andrew, 就是 Andrew, 只是我乱拼他而已。还有一时之间不太知道最后结尾怎么发音。OK, 所以你是今天，嗨，小班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有冲进来，冲进来，是实际上冲进来。对，刚刚去倒水，然后手机拿着那些直播，然后冲进来。OK, 所以这个专案今天有什么进度吗？或者还有需要招募什么样的朋友吗？
今天台湾的部分就是需要台湾，因为我们之前是用一些维基上面的资料，或是妇女薪资基金会的资料，然后都太长了，所以需要大家来剪，把它长变短，然后变口语化，然后跟需要，大家提供一些就是近五年来一些网络的行动的部分，因为网络上没有既有的资料可以抓。哦，所以就是一个是消化比较完整的资料，把它变得比较精简一点，然后也抓到它的重点。那第二个是最近几年比较新的类似相关这个主题的内容的整理啦。对，然后我们下然后也会持续需要翻译的人。哦，翻译。就是、中翻英，英翻中，或中翻日，日翻中，中翻韩，韩翻中都可以。就是这四个语言的翻译，相互之间的翻译。对。OK， 好，我们下午3:30会跟韩国、跟日本还有香港的人连线，对一下进度。哎，那下午的所以想要参与下午的活动的话，也是参与到这个聊天室吗？我不太确定我们用哪一个 link， 但就先进来这边，或是到我们的 Slack。OK， Slack， 再看看到时候是用哪个聊天室再参与这样子。OK， 好，谢谢。那我们就先离开咯，拜拜。我们再来继续下一个提案的导览。下一个提案的导览呢，这个是本人提案的提案。那我可以自我访谈啦，就是这个专案。欸，刚才有一位朋友进来，就是他会做那个前端，那他刚又跟我聊了一下说，欸，好像要做地图这样，所以我们目前是在处理一些地理资料，就是要生出地理资料，但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地理资料啦，就是我们现在放在 Google My Map 上面，那 My Map 上面的那些地理资料当然就已经是可以呈现，先让大家看到大概有这种一块一块形状的资料，也有点位类的资料。那未来所谓找地种树呢，就会让一般的民众或一般的企业团体，那其实国内还蛮多的企业团体，他用捐款的方式或用认养的方式协助某一块地去造林或去植树，那未来他们在找一些潜在空间的时候，就可以用地理的方式，目前比较常见都是打电话去问某一个主管机关说，欸，你们有没有这个机会，有没有这个合作的可能性，那未来如果有地理资料的话，就会更加速这样的一个业务的推动啦。好，那另外我们这个专案也会参与总统陪黑客中，所以相关的专案内容可以参考这个 HackMD 的HackFolder 的共笔，我们会把几个进行中的工作文件放在这里，包含一站式找地种树平台，或者是针对总统府前面的广场，我们怎么样开始一个愿景企划的讨论过程等等。好，那我们就谢谢这个专案的分享，我们就换到下一个专案。下一个是V 台湾，也是一个有实体聚会的坑。为什么找地种树？哦，你说这整个？嗨，大家好，我们是纠松团的导览团。B 台湾的朋友有听到吗 ？Hello，Hello，Hello， 有听到，但是 YouTube 上的你还在自我介绍中。对，我们这个是逆袭啊，对坑主来说会吓一跳。没有，我没有吓一跳，所以只是在这边 stand by。你已经预想到了。OK， 对，大概是 delay 30秒。OK，OK。那你们这边已经有聚会人数了吗？还是有几位朋友吗？我们有聚会的人数，我们现在是现场几个？1、2、3、4、5、6、7。哎，有刚好有一个睡过头的人来了，七个，7+1，七加一，7+1，8个出去买烤鸡了，已经要开始对，差不多要吃饭了。对啊，我要在这边跟伊莎贝郑重澄清，我们是有烤鸡的。你们是有烤鸡的？对，我有烤鸡，我真的有热红酒，我也真的有桌游，现在就可以开个摄影机给大家看看。欸，真的吗？那我一定要来切你。等等等等。
哦，哇塞，这个温馨的小小声空间啊！在这里，你们在看什么？镜头在这，镜头不是在荧幕。哦，所以 有红酒也有啤酒啦。啤酒，没错，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真的确实是有吃有喝，有吃有喝又有玩啊，跟没错，有喝有玩。真的是认真玩，讲好像我特别在做正事一样。有啦有啦，待会会那个工具设备嘛，对不对？出过设备，没错。好，我现在就来 share 一下 screen。嗨嗨，哎，所以看到 screen 吗？有有有，就是你的画面。对。啊，我们也是有在做政治的，我们也是有要做政治的。突然到后面，到中间都在介绍，然后旁边的人都在笑刚才的画面。OK， 那整个活动应该会延续到傍晚啦，所以如果刚才看到这个小聚空间吸引人的话，朋友可以到现场去参与吗？对，没错，反正吃的喝的永远不会断掉，然后玩的也不会断掉。是是是。对，专家的话你就自己带吃喝过来。哦，对，自备也可以。没错，你也可以自备，觉得我们的东西不好吃也可以。好，对，看起来你们这是蛮，但那个粮食充足的坑啊。对，有足够的粮食才能好好做事。OK，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到底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哦，你有要分享？我想说你已经分享完，你怎么有？有，我要分享我们到底想要做什么事情。好，那你快速的分享一下。好，快速的分享一下。反正基本上我们要做图物准备啦。Okay. 那个图物就是我刚刚在短讲的时候说，不是短讲，那个提案的时候说的天上一间登记系统。Oh. 然后基本上我们在网络上找到了一个 tool list， 然后我们今天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在那个 tool list 里面把里面 list 下来的一些比较有名的 tool 分给大家，然后让大家去测试。然后测试完之后，把大家测试的感想收集起来，然后形成一个共识说，说啊，我们心目中的一间登记系统应该要长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再去想说，我们是要自己从新开始手动磕一个一间登记系统呢，还是要把现有的一间登记系统修改 fork 出来，自己写这样子？对，大概是这样。对，就是招募就实际去用用看，而且可能你甚至有一些议题。带着议题去用用看的经验，我们就大概比较知道那个工具在台湾的情况，要不要做调整，或其实很适合等等。对，没错，没错，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大家在这一个页面上面可以看到我们的共笔下面已经有 list 出一贴那个我们 tool list 的连结了。OK， 对。然后已经列了两三个我们正在用的 Polis 的工具，然后下面 Lumio 跟 Zino 是我们刚才找的其中一两个看起来好像比较 serious 比较 OK 的工具，然后等一下可能就会开始设备了。好，但今天12点你要先吃饭啦。对对啊，对啊。好，了解了，有吃有玩 有工作目标啦。哦，没错。好，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好，谢谢。好，我们最后一个导览团的专案是 PTT 不能忘，这看起来啊是目前人数最多的一个视讯会议空间，我们进去看看会不会让它发生什么事情。对啊，就是我加入的时候就有，因为我也是那时候才加入 PTT 的。我好像是第三届和第六届的小天使。大家好，我们是啾中团的导览团。好突然哦，嗨，好突然哦，你好啊。嗨，你好，你好，主仪你好。Hi. 然后大家 hey, 哇， hello. 你们这个会议室很多人呢。哦，oh, ，对啊，我们现在大家非常热闹的在尬聊，尬聊。我们很努力的试着想着各种话题，然后都吸引大家讲话，或是避谈，或是一片安静。那有还有什么持续要跟？因为我们现在的导览团的内容是在 YouTube 上面直播的。对，可以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oh. 所以看有没有什么还要招募的朋友。75位在看直播的朋友，大家好。像在八卦版上面的话，很多人会就是发 PB 换推文，那你们只要加入这边的话，站长可不可以给大家1人1万 PB？ 真假的？哇塞，这个是直播，直播好礼耶！换一个方式吸引大家。哦，你确定吗？都
都 OK 啊，大家轻轻松玩。我们来这边就是要那我要赶快自肥，赶快留下你的 ID， 请 OK 酷把它记下来。OK， 因为我现在印象中我还没有到10000。嗯。然后所以进来之后，大家就跟你们接上线聊天之后，如果要有什么工作方工作目的，期待大家要 work 吗？或者要贡献什么？目前这边的话，最直接的话就是在 Happy 上面可以看到说两个，一个是我们刚刚设立的一个问卷，那邀请大家填写一下。那里面尤其最主要是希望大家可以留下自己的 email， 因为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很努力的填坑，那我们每周。都有更新我们 iOS 和 Android 的版本，那这时候就是想说大家可以来帮忙测试，那这时候给更多意见，这时候对于我们的话会是最大的回馈。那这样就算大家很忙，也还是可以很实际透过这样的方式加入这个坑，一起填这个坑。然后第二个是希望大家加入 Slack 的 PTT 频道，那目前我们是很稳定的每个礼拜二晚上10点都有个线上的聚会。那我们线上聚会基本上几乎都会有8到10个人左右的规模，那当然现在大家来的话也会希望说更往上升，那我们会很固定的在讨论，很固定的分享说我们那一周更新的 iOS 和 Android 版本的内容是什么，请大家给回馈，然后接下来的时候以及接下来大家就会另外接下来只是会分享说我们 UIUX 继续每周也都往下设计，那大家再给予意见。那现在也很实际的是说，因为 PTT 的功能是已经很久没有更新的，那目前我们希望先透过 App 的部分加上一些功能，例如像说我们给文章评价，那一个 ID 只能够给一次，那这时候慢慢带来一些改变。那现在加入了每个人给的意见，就是有机会真的直接改变 PTT， 并且来实现。这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好玩和有趣，并且有意义的诱因。也就是真的去用，然后回馈意见，然后让整个系统未来的功能可以更符合大家的期待。对，因为这会定位成是官方的 App， 不过就是我们不是为了做一个官方的 App 做 App， 最主要目标就像是刚才简报的第三页那边，就是我们目前先透过 App 的方式来试验一些新的功能，那这时候对，那接下来的时候透过这样的方式的话，最终目标的话还是希望说让这个社群在无论是在功能的面还是说在那个使用的层面，那大家是可以更永续进行使用的更久，不然随着时间下去我真的很担心大家就离开了。所以透过 App 或这个环节去让更多的我想未来的使用者如果有新的 APP， 它其实就会有新的使用者进来了。对，一代。好，谢谢主页分享，还有欢迎你们继续运用这个聊天空间讨论，那我们就先往下一个坑移动咯。那就再一次呼吁78位朋友可以派个分身加入进来。好，我们其实在提案之外，我们早上有分享，如果你有什么专案其实来不及提案呢，就可以占领一个空白会议室。那我们其实有一位朋友阿汉，他也有已经占领了一个会议室，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占领来是要提什么样的主题。嗨，喂，阿汉你好。嗨嗨，我是阿汉。嗨嗨，我在共笔上看到你是写一个叫开放政大计划。对对对对对，是。那你要不要运用大概2-3分钟分享一下这个专案？好好，就是那个我们在政大就是推动了一些就是教学或者是学生权益的运动。哦，我先讲一下，就是我是阿汉，然后我现在在校务会议里面是学生代表，我在语言所博士班。你是学生代表 ？OK。对对对对，我的席次是学生代表，那我同时是有在政大兼课的。那对对对，所以就是说那个跟政大的老师就是推动这样的改革。那我们发现说就是那个要让更多人可以了解这些理念的话，就是说光是就是在那个会议里面是不够的。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大坑跟一个小坑，就是大坑它的目的其实就是尽其可能的让大家就是可以透过更开放透明的资讯来了解并且参与公共事务。
OK， 所以学校里面的公共事务这样子。当然校外的也可以啊，因为这个态度就是不止只要他关心身边生活当中的问题， okay. 在校园里面就会是学校，那社会上的就更不用说了这样子。那所以那个简单来说，就是说我们想要在政大成立一个开放社群，那其实、okay. 对，所以它的形式很可能会是一个社团，就是说我们会去登记社团，但是它的运作内容是个开放社群。了解。那但是因为这方面我们是比较没有经验的，所以我们本来想说是不是可以得到比较多的经验，怎么经营？比如说刚刚那个以杰跟我聊的时候，我有问一个小问题，就是说社团的社员他是缴了社费才成为社员嘛？那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开放社群应该是你来，然后你有贡献，然后你就是我们的成员。那所以这中间可能就是我们正在构想如何让它是登记成一个社团、嗯、但是它实质上是开放社群，它的费用也是大家的捐赠等等的。那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方向。那在规划上可能是在四月到六月的时候，我们有校内就是何万顺老师，就是我们一起推动这些改革的老师和黄厚明老师、嗯、还有其他就是各个专业的老师去讲这一个议题跟开放资讯或者是开放透明跟公共参与之间的关系、嗯、那还有就是校外的话，就是说我昨天联系的那个台湾媒体维基媒体协会，就是那个 Rick 媒体协会秘书，对对对，维基媒体协会，他当然里面有一些成员是开放接图的，或者是他们在摩斯公寮有一些聚会，那所以校外的话，就是说如果说像 G0B 或者是维基也都来政大跟同学们分享。那这样子的话、okay. 我们大概四月到六月的时候的这些活动其实就是透过这样的宣传来让大家联署去成立这样的社团。那这个是比较长久的方向，就是如果说在政大里面一直经营下去的话，这是比较长远的方向。那但是我认为同学们他们如果没有看到我们在政大有一些的该怎么说范本，就是说那个什么你遇到什么问题，然后你其实可以透过协作来解决问题的话，他们会比较不了解这个理念。所以这个大坑下面有个小坑，就是那个开放协作的实作。那我们觉得现在比较可以做的其实就是政大的会议资讯系统。会议就是这个会议资讯系统是我过去在参与校务的时候，举例来说，就是我们在推废除零学分，那零学分的议案我从93学年找到94、95、96。这个议案其实它在那个教务会议、行政会议、校务会议都各有议案，它是会有一个程序。那你会不知道说我要找这几年的，而且是要分开会议资料去找的，然后甚至在哪一个议案会花好几个晚上不睡觉。那我觉得说我作为其他一般的同学，他如果想了解的话，他根本就无从着手。那虽然我们过去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会觉得说一般的同学他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他不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因为这是一个参与公共事务的门槛。所以最好的方式是这个会议资讯系统，看我们能不能够原地重建，就是把里面的资料全部取出来、嗯、那但是因为全部每个档案都是 PDF 档，就一个会议记录一个 PDF 档，那所以我们正在构思的是说如何让它就是分割，就是然后有标签，内容可以结构化一些更好的资料处理了。是是是是是，那因为这方面的经验我们也还没有，就是这个构想是就是说先已经有这个想法了。是是是，那只要完成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大坑就是走长久的，这个小坑就是做出来的东西给同学看，然后让更多人有兴趣的话，他就会想说那他有什么问题，他也许可以用这个模式把资料整理出来，然后不同的人来协作这样子。是是是，所以我们不只是办，我们不只是就是我们的社课就不会只是社课、嗯、就不是说啊讲者也会有实作或一个 project side project 这样子。对，我们可能就会办黑客松，然后如果来黑客松的同学又觉得说哎、欸、他好像、要解决他的问题，他好像有更多的想法，他可以来提案啊，或者来发起一个专案讲 OK 了解。所以在政大想要在政大这个校园的生活跟公共事务里面去着力这个开放协作的精神。OK， 对对对，甚至就介绍他来 G0B 开专案这样。也 OK 也 OK， 对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我那因为时间差不多12点，你也要吃饭了吗？
还是你要继续守住这个坑，等大家来参与？我两点有事情，所以两点之前应该我都可以待在这边。Okay. 那你也可以之后在那个 channel 开一个频道，就 Slack channel 开一个 Slack 的你的频道，然后我们之后可能两点过后他可能进来没有看到人，但还是可以到 channel 去找到你。我看一下，好，因为我第一次我超菜，没问题没问题，你只要在 rendering 上面喊一声，应该会有一些朋友来协助。OK， 那我们就先这样。好，谢谢你的分享哦。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我们导览团时间差不多啊，我们大概也到12点啊，过12点应该理论上是要吃饭。那我们救生团这边的饭也出现了。好，那我们的饭呢？我们请 Ronnie 来让大家鉴赏一下。仍然又是披萨。哦，披萨跟炸鸡。有炸鸡。OK， 所以记得您可以拍照分享您的食物。好，如果是有香港的朋友或日本朋友或香等等的，那记得我们其实上午有提醒说我们会有邀请神秘嘉宾啦，那神秘嘉宾线上聊的时间呢其实12点半，所以赶快手边先把准备要吃的东西准备好，然后等一下可以边吃边看这个特别节目。线上的神秘嘉宾，我们到时候12点半揭幕一下那个是谁。那我们这一段先赶快让大家去觅食，把食物准备好。好，那我们就先谢谢大家一起参与导览团的活动，谢谢。